是 Joshua Lee。没错，他就是今天的主角 ，Logo。其他狗狗都必须关在笼子里面，因为发生打架，一旦发生打架，就像我100公斤的体重，也无法分开它们。OK， 我们狗狗现在已经是很饥饿的状态，它每天要消耗我6到8公斤的食物，所以今天我们想给它加餐。Let's go。
有大白说再见的时候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点击订阅、关注和点赞哦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